司广东大学生科技有限公司呢，是经营在这边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我们专门从事智能制造这个行业，就是机器换人，自动化机械手这个领域。所以我们目前我们的主打产品呢是一款绞瓶机的一个机械手。当然我们这个绞瓶机呢，我们自己注册有做了自己的品牌，就比如说就我们这个马哈特品牌。我们的口号是马哈特绞瓶机，绞瓶天下不平事。我们这块领域呢，就是最主要的是我们一台机可以代替了十个人以上的产量，所以我们比传统的机器人比自动化，我们的效率跟性能都会比较高，而且都做的产品的质量效能都比人工做的还要好。本次展会呢，我们带来两款的主打产品，一款是数控精密的，可以替代跟国际化 PK 媲美的一种精度非常高的一种市场国际市场的产品，还有一种就适合我们国内的消费的一个理念和一个那个产品的适应的性的一个空间啊。这两款产品是比较国际和国内都很流行的，所以在这一块里面我们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突破。现在目前我们的设备都直接是替代一些德国包括一些欧洲一些先进国家的一些进口设备，因为那个价格非常昂贵。我们的现在这个价格是适应我们国内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一个占有率。所以在我们的品牌这次的亮点，我们推出这个设备的来讲，对我们国内的广大市场是非常大的一个福音来的啊。效益当然对我们，因为我们做进口替代为主的，其实疫情对我来讲的话可能还是有个反弹性的作用，但是针对我的客户群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因为有些大企业确实也是以外贸的订单为主，当然也会多少会受点影响。但是我们的设备来讲，我们可以说比去年，那我们因为我们这个行业这个领域来讲的话是非常的一个急需求的一个瓶颈状态，所以对我们来讲没有很大影响。搞了一个双十一吗？当然我们作为机械来讲也是首次这样去尝试，当然当时我们的观众量我们有170-180人哦，也不错的，大部分都是完了。我们就算我们有40%的那个准客户的，也是很不错的，非常好的。